啄木又名蚁鬣，为啄木鸟科蚁鬣属的鸟类。该物种的模式产地在瑞典，体长16到17公分，多于海边的树林或草原的地面活动，啄食蚂蚁、白蚁与其他小虫。不啄食树干觅食，尾羽与轴也无粗硬特征，与其他啄木鸟不同。在台湾为冬季过境鸟。